同学们，这节呢，我们要教大家，画的叶子了。画的叶子呢，有好多种，啊，一种呢是尖的，啊，还有一种呢抬的，还有一种有分枝的、集叶，啊，各种有还有呢长的，啊，多种多样的，还有芽叶，像美代画是属于芽叶一种啊。那么像这个你啊，在画布上这个啊，你看啊，这个是百合花，它是属于尖叶一种啊，比较简单。那么我们呢，先来画这个简单一点的啊，从尖叶开始啊，也是用这支大白银啊，在上墨啊，我来画啊。这个尖叶呢，哎，你看它变化呢也是比较丰富的哎。我们呢，看了它也有一种弯度的，那么我们要把它弯度画出来。它的主要的经脉啊，钩车，它的线呢也比较长的，这样。那么这里呢，还有一种啊，侧面的，哎，那个这里是从这里来的，这里那边，那么我们从那边也一种啊，几种角度啊，都要画。中间的先画啊，那么边上的这个是窄过去的啊，窄到下面。那么这里呢？先把中间一条线画出来，那么边上的也勾出来那三种角度啊都画出来啊，那么还有头上的尖的啊。小的它也有变化这个叶子呢是不平的好，那么像这种叶子呢，再延伸呢，有点不同，这个面上跟底上的不同。面上呢是一种青的颜色啊，我们用花青把少量的藤黄调和在一起那么我们把它扎出来扎一下它的经脉呢，你把它揉出来，也挺有味道的。那么叶的底部呢，我们用砂石加藤黄，淡淡的
岩丝带呢，你把这个钩的木线呢也可以扎住，因为它，扎不住了，透过来的，颜色透明的。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再用清水，清水来混一下。清水混一下，很匀称了，好，这个八合花的花艺呢，我们就画到这里啊。接下来呢，我们画那个鱼簪花啊。鱼簪花的话呢，是这样的啊，我们在画布上有这么一幅啊，大家看一下啊，这幅鱼簪花的叶子呢，它你看啊，它很厚的，它的这个变化呢也是很大的，但它是弯过来的啊。那么我们它的颜色呢也是跟那个百合一样的，有底面跟面上的都不一样，而且它这个茎呢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观察一下啊，要有分季的啊。那么我们来画一下啊。这样大的剪着点了，你看它怎样剪过来？那么我们先把它它这个叶的褶皱这里一蹬，那么这里剪过来，剪到这里那么它的这个茎呢在中间，那么茎先把它画出来。一面，把它的茎画出来。摘一下嘛，还摘一下啊。我们呢，蘸颜色呢，跟刚才那个不太一样了。我们现在呢，不蘸了，我们再换一种啊。这是一种抽柜的一种花艺。抽柜的花艺呢，它是一种职业性的。你看这样的，这做影上的，画起来呢，倒也挺有味道的啊。所以呢，你看它这个线条呢，很有节奏的。这样画起来，我们来画一下啊。水分多一点，墨呢稍微多蘸一点，因为它比较长，那么我们先把它中间的一条茎，画出来，再这样那么边上呢，它有一种，有点顿挫，墨不多了，那么再蘸一下。好，你看我画好3张以后呢，我们定一下颜色啊。这个颜色呢，它面上的呢不是花青，我们可以用那个16的啊。16的颜色呢，不要调了，不要用其他颜色拼，这就可以扎上去，
边上呢，把它稍微留一点余地等一会呢还要放一点扎实跟藤黄它边上呢有一点焦一般的稍微留一点。好，我们趁它熟的时候呢，我们再加一点那么加一点藤黄再加点扎实我们调一下调一下呢，在它的头上补充一点，这样呢。他的叶子呢，看起来很真实嘞。跟那个里面的颜色呢，融洽在一起头上呢，藤黄多一点，扎实，藤黄调一下那么底面呢也是藤黄要多一点，要一点黄就觉得这个地方也混一下再放点藤黄。我们整体来看一下这种抽穗呢是这种颜色的好，我们接下来呢画一些某带杂叶的花了同学们看这个叶子呢是杂叶花的那某带花呢这个叶子也是差不多的那么我们从画那个杂叶花开始我们来画，你看这个花的壁画呢也是。色彩，尤其是色彩很复杂的，但是呢，并不难。你看好了比方说，它花梗子上呢是绿的，那么绿边上呢有一点红，就是说那个草绿色的呢，你扎好以后呢，趁它还色的时候呢，用那个紫红或者是大红在边上呢轻轻地勾一下，勾一下呢，让它红化，看起来又绿又有点红，它这是嫩叶了，所以有这种颜色那么花叶子上呢也是这样那个把颜色定好以后呢，马上扫上几遍红的颜色就有变化了那么你看在底部呢也不一样，底跟那个面都不一样的这个你要有分寸的这是山沟的一些叶子跟那个点缀的又不一样。好，那么我们先来勾一下我们勾一张叶子好了一两张叶子呢比较有代表性的先呢，你这个在花梗子上呢也要蹬一下出来。那么它是茎勾出来，也茎勾好你们可以发现了，你看这个叶子的茎呢，都是往里包的，不是好像很直的，不是，里面包起来，包起来看起来很有味道，我再画
画一幅是，画一张，这幅印呢，是有正反面的。反面，这个镜你看也是包起来的。那么它呢，基本上呢是头上呢是三个叶子，这个边上的啊，这个也是边上的叶子啊。那么中间呢一个叶子，只要跟牡丹呢，这个叶子的变化是差不多的，就是只要画呢要尖一点，牡丹呢要比较短一点，短而阔一点。它这个茎。要包起来的，这面呢也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再下颜色啊，颜色呢是草绿色的，一定要花青跟藤黄啊调一下，那么也可以放一点，山绿或者是石榴也可以啊。头上让它带一点，带会后呢，我会加一点红的。它反面呢，有点藤黄啊，再加一点朱标啊，或者是。朱红，这也是反面。那么在这个头上啦，也要加一点红的颜色啊，因为它是嫩叶，有这种颜色，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你可以用那带的熟红啊，这里呢，太浓，带一点的，轻轻的一扫，好了，那么这个地方呢，也用熟红稍微扫一下，稍微扫一下，跟绿的呢，雄掐在一起，头上，你看很雄俏，你看啊，这种颜色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还要画一张那个无花的叶子，也比较典型的啊。你看啊，这个无花的叶子呢，正面跟反面也不一样的啊。那么新叶呢，也有另外一种颜色的啊，带一些。紫红色的一个颜色啊，那么我们来勾啊，你看勾的时候呢，无花的变化呢也比较大，它特别它的边，边叶呢，它还有阵影啊包在内的一种结构，还有铺审的，它挺有味道的啊。那么我们来勾一下啊，好，我先来勾一张红叶啊，这红叶呢，我们先把它的面上的大概的势把它勾出来。那么它包无叶包含的一种姿态呢？
你把它勾出来。这是包一结啊，卷起来，哎，又包起来。画到这里呢，你要停下，因为它的梗子呢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先把梗子呢画出来。那么再接下去，哎，画，这里呢是包，哎，包起来的，哎，那么它这个边上呢还有一些铺绳的一种洞，哎，也要把它勾出来。这种洞呢，楼上呢也挺有味道的，哎，可以打破的它一种很规则的一种原因，哎，有一点铺绳的，哎，一种山丘的美。那么勾线啊，勾经，勾经线呢，哎，也要有力，要有顿挫。好，勾好以后呢，这个五叶的梗枝上呢有一些小刺，把小刺呢也点出来。当然这个也要趁色啊，现在还色了，那么比较匀称，哎。好，那么我们扎颜色呢，也是啊，在面上先扎啊，面上的颜色呢，也可以用那个啊，石榴扒一点藤黄，哎，你边上哎，慢慢的混开来，哎，把那个哎。山丘的洞你不要留下来，因为跟里面的颜色要统一。好，面上画好以后呢，我们画底部的颜色，底部颜色呢要淡一点。放的山榴，哎，藤黄山榴啊，炸色也要放一点，哎，它比较淡。你可以水分会多一点，水分多就淡了啊。靠近边的部分呢，你也可以。慢慢的让它生化开来，让它淡一点，让它淡一点。边上剪起来的部分呢是正面，那么用正面的颜色再补上啊。那么，
像这个边上的，再用扎实啊，因为边叶呢有点焦啊，焦嘛用扎实来补上一点，有点变化啊，这也很漂亮的。这样，好，虎印呢，我们就画好了啊。同学们，这个画印呢是多种多样的，变化无穷的。我们呢，由于时间关系，就讲了这些，你们可以依次临题啊。其他的方法呢也是这样的啊，面跟啊底都不一样的，你要有变化，要衬色，加上边印的一些交涉。啊，那现在呢，我就讲到这里。下一节呢，我就是要教大家呢，画那个花叶底部的一些草啊、根啊，或者是花枝的一些画法了。啊，现在就讲到这里。